龙掠夺他做媳妇只为生仔仔，却不知对方是十年前救了他的小女孩。他是世间唯一拥有治愈能力的圣女，在离家出走的路上遇见了一条身受重伤的龙，被继母折磨十年的他不忍心见死不救，大胆走上前查看。龙瞬间睁开了双眸，警告他不要靠近。小手指了指受伤的翅膀，要不要我帮你疗伤？可龙生气的朝他露出凶猛的獠牙，他反而没有害怕，极力安抚龙的情绪。别担心，我会治好你的。双手搭在龙的翅膀处，释放出强大的治愈能力。龙感受到没有刚才那么痛了，伤口也正在慢慢愈合。可他因为消耗所有能力而晕倒了，龙呆愣看了他片刻，然后向空中扬起了脑袋。随着龙庞大的身躯消失，变成了一个身穿铠甲、十八块腹肌的男人。但他错过了，男人注视着晕倒的女孩，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！迷糊中，他感觉到有人在说话，还温柔抱起了她。可他最终又被送回了家。成年后，继母打算把她卖给老国王做妾，将她一头漆黑的头发染成金色，因为用劣质的染发膏，所以导致她满脸红斑。侍女拼命用粉饼将其遮盖住，金发的露西娜明明美得发光，继母却说她丑得没眼看，担心国王不满意了怎么办？ 儿子跳出来让母亲不必担心，我准备了珍贵的珠宝当嫁妆，反正是从坟里挖出来的，肯定没人知道。可他们却不知，刨了龙的祖先坟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家的房顶被掀飞了，露西娜赶紧去查看情况。不料外面都成了恐怖的炼狱火场，好多好多的龙在到处喷火，人们慌乱的四处逃窜。城门瞬间被捅了个窟窿，为首的是一个头戴面具的男人，怎料和他对上眼？露西娜吓得蹲下身躲避，因此错过了面具下的那张帅脸。胆敢侮辱塔亚尔龙族的祖先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命令一下，龙仔们更加卖力的喷火。 继母害怕的赶紧举白旗投降，露西娜趁乱悄悄的逃跑了，打算先躲到史塔里，等到没人时再翻墙逃出去。可谁知继母为了保命，竟把她给供了出来。等等，我有一个尊贵漂亮的女儿，那可是美到连国王都要娶她。送给你们怎么样？男人听后似乎很感兴趣，因为他得知老国王和塔亚尔大王是对比，一女儿现在在哪里？而露西亚正在奋力爬下百米城堡，她要趁这个机会逃出去。这时突然听到翅膀扇动的声音，刚抬头往上看，便被两只巨爪给抓住了。巨龙把她带到大王的面前放下，男人看清楚他的样貌后， 不禁嗤笑一声，看起来也没有多漂亮，估计是那老国王审美比较特殊，喜欢丑女。可他的眼睛就像夜空上的星星一样闪耀，瞬间想起了十年前救了他的小女孩，也是一样长着这样的眼睛。而这个女人却是一头金发，因此断定她不是恩人。您对我的女儿还满意吗？再给我多几天时间，我一定把她打扮得更加漂亮，送给大王。突然，一把长矛抵在他颈脖上，男人给他两个选择：要么成为他的伴侣，要么和这座城堡的人一起消失。可他不想死，最终答应和他结婚。男人突然凑近询问他的名字，而犹豫了片刻才告知他。 露西娜在布里恩语中是代表月亮的意思，名字很适合你，我会好好珍惜你的。说完，当场宣布要在这里举办婚礼，找了个司祭当他们的证婚人。婚礼结束后，让他去通知老国王。他的新娘被敌方哈坎带走了。如果老国王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被气得吐血。司祭哆哆嗦嗦为两人宣誓，哈坎见婚礼氛围实在惨淡，吩咐人去采点野花回来。他将采来的花递给了露西娜，虽然场地不行，仪式感总要有吧。他连忙哆嗦伸手接过花束，看起来比刚才好多了，那就开始吧。磕磕巴巴对着两位新人说完了证婚词，接下来。 新郎请亲吻新娘，听此露西娜抖成了筛糠子。她看了一眼旁边被吓到的小兔子，弯下腰搂住新娘，只是呆愣愣看着她，闭上眼睛，然后缓慢贴了上去。男人似乎是舍不得放开，谁知下一秒露西娜晕了过去。她不禁觉得有些好笑，抱起了昏睡中的新娘上了马。看在他们是媳妇的至亲，暂且就留一命吧。说完就带着露西娜离去。等她惊醒后，发现自己正在马车上，属下连忙把这个喜讯告诉自家大王。可是和新婚丈夫对视的那一刻，她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哈坎为了照顾她，命令停下原地安营扎寨。来到 露西娜的马车外，关心她身体有没有好些。好，好多了，伸出手要带她去吃点东西。然而她表示不饿，待在马车上就好。不料肚子咕噜噜声出卖了她，打脸来的太快，不禁羞红了脸。惹得男人忍不住开怀大笑。哪怕出去烤烤火也行。给了个台阶下路，他不再扭捏，牵着哈坎的手下了马车，前走手下后，邀请媳妇去自己营帐里面坐坐，刚坐下就把自己男人喂得披风脱下来，贴心的给媳妇披上一面着凉。露西娜感觉心里暖暖的。哈坎递给她一块香喷喷的面包，在男爵家吃的都是发馊发霉的食物，她不禁贪婪吮 吸着面包的香气，然而这行为在哈坎眼里，担心食物被下毒了。见男人脸色不对，他连忙把面包塞到嘴里，食物的美味冲击着他的味蕾，好吃到头发丝都起飞了。然后狼吞虎咽啃了起来。男人嘱咐他慢点吃，小心噎着。贴心给他递上一杯新鲜的羊奶，在城堡里要干一整天的活才有碎面包吃。而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就能吃到美味的食物。当询问起他的年龄，鹰嘴里正在忙着，只能向他比划了两根手指。这未免也太小了。于是骂起了老国王所干的缺德事。不仅派人杀了年幼的龙，还导致他失去了唯一的哥哥。 对于没能嫁给老国王做小老婆，感到可惜吗？他赶忙摇了摇头，只是没想到他不仅没哭闹，还期待问他塔亚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传闻塔亚尔是野蛮之地，但实际并不是那样。只要你去了就会知道。见他吃完，哈坎又递了一块面包给他，也许和他一起生活比在那个家里好。男人让他暂且忍忍，等回到宫殿就有像样的食物了。
可对他来说，面包是他吃过最美味的，不禁让他怀疑贵族小姐这么容易满足吗？露西亚一口气吃了10个面包，肚子饱饱的，十分满足。吃完了，让他先去休息。他转过身把自己裹住。我还是出去待着吧。他笑着说：“不必，咱俩可是结婚了，所以以后每天都要一起睡。”听说龙族风俗是先生宰后结婚，露西娜吓得直接哭了，眼泪跟不要钱似的哗哗直流。这眼泪直砸到男人心尖上，轻柔哄着他不要再哭了。难道嫁给我还不如做那老国王的小老婆吗？他表示自己只是有些害怕。他瞬间理解，毕竟离开家人被迫嫁给龙族的妻子，内心肯定是恐惧不安。让他放心，并保证自己什么都不会做的，嘱咐他早点休息，而自己打算出去外面将就一晚。看到自家大王出来，询问怎么撂下新娘子，他还特意搭了帐篷给两人度过新婚之夜呢。谁知王竟然为露西娜说话，让他对露西娜尊重些。没想到王为了他竟赦免了城堡里的人，因为看到他就会想起十年前救了他的小女孩。他让王多加把劲，好诞下龙仔繁衍后嗣。第二天露西娜醒后跑去河边洗脸，脸上的妆脱落后怎料红斑更加严重了，犹豫着要不要先治疗，想起河房的事还是先决定别疗伤，让哈坎看到就没了兴致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以为是哈坎，谁知一只魔爪朝他袭来，原来是继母派人要把他抓回去，他才不想回去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当注意到露西娜脸上的红斑，该不会是传染病吧，就在准备把他扔掉时，一只锋利的剑向他们袭来，哈坎很快将他们包围住。光头突然用刀挟持他，别过来，要不然这个女人的命就没了。哈坎让露西娜闭上眼睛，他听话的连忙闭上，下一秒光头就伸手一触，他瞬间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浑身颤抖的不敢动。当听到一声露西娜，他才敢缓缓睁开，映入眼帘的是男人担忧的脸。奇怪的是他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很安心。哈坎将他抱下马，割开他手中的绳子，贴心的把衣服给他披上以免着凉，手触摸到他滚烫的额头，发现露西娜生病了，自责自己还是来晚了，对不起，你一定吓坏了。他第一次体会到被人关心的感觉，不禁哽咽落泪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哈坎吩咐手下先去给露西娜准备篝火和热水，这一刻他想一直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。回到帐篷里，他发现脸上的红斑更加严重了，可能是身体生病的缘故，因为之前不想合房才没有治疗红斑，可想起树林里他的体贴温柔，其实心里渐渐动摇，感觉在一起应该也不错。你不要先治疗。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他的思绪，转头就看到一个小不点在跟他说话，我是树林里的精灵普卡，你就是会降雨的小矮人精灵。听此精灵撅着小嘴不满，在同类里他算最高的了，他能感受到露西娜身上的治愈之力，提醒他不要被别人发现，一旦传出去，那些坏人就像蚂蚁一样把你围住。小精灵每天都跟在他身边，奇怪他话怎么这么少。谁治疗熟后，他打开了话匣子，以前我见过一条龙，用我的治愈能力把它治好了。因为哈卡的到来，小精灵赶紧躲了起来，可当看到露西娜的脸，他惊得睁大了眼眸。接下来众人都认为他得了天花，为了防止合龙合房，他没有治疗脸上的红斑，怎料被众人误认为是传染病，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，唯独只有哈坎关心他的身体情况。图兰赶紧拉住哈坎远离，被传染会死的，他的症状和那些患病的人一样，这不是病。因为紧张他解释的磕磕巴巴，突然一把利剑怼到他面前，警告他不准靠近。就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他时，只有哈坎站出来，命令图兰把剑放下，让露西娜说完刚才的话。尽管他鼓起勇气解释，但仍然说的前言不搭后语，这让他想起了儿时只要为自己辩解就会惨遭继母的毒打，所以才造成他一紧张说话就磕巴的毛病。反正也没人愿意听，他放弃了为自己辩解的机会。众人恼怒着扬言绝不能放过他，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会没命的。刚想用治愈之力把红斑治好，却想到了小精灵的提醒，绝对不能使用胜利，要不然遭到那些坏人的觊觎。就在犹豫不决时，露西娜别着急，冷静下来慢慢说，直到我听懂为止，并告诉图兰那不是传染病，传染病患者会因呕吐影响食欲，而露西娜食欲却很好，一口气还吃了十个面包。那倒也是啊，哈坎从他东拼西凑的语句里总结出来，你说是老国王喜欢金发，夫人用硫磺制成的染发剂把你的头发染成金色。对对，是的，因为染发剂有毒性，导致你过敏起红斑，而他的头皮和额头过敏的最为严重。如果露西娜感染的是那种病，我和他接过吻，是不是把我也给烧掉？您就别逗我们了，我相信他不是那种病。哈坎是第一个这么认真听他讲话的人，此刻心里感到暖暖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查出来绑架露西娜的幕后黑手是谁，原来是男爵夫人想要找回女儿。哈坎脸色一沉，准备要去教训他们，谁知被露西娜给拦住。原来他担心无辜的居民受牵连，哈坎没想到他首先关心的是别人，而不是自己的家人。他心里咯噔一声，如果让他知道自己是私生女，肯定会把他送回男爵家，于是请求他不要伤害自己的家人。哈坎心疼他还在病中，温柔将他抱了起来，如果我饶了你的家人，你会为我做什么？听此他呆愣住，表示无论是什么要求他都会去做，可看到这双明亮的眼睛就会想起十年前救了他的小女孩，反而没办法胡来，但还是忍不住逗他，刚才你答应的事都是真的。他心里只觉得不妙，那就接个吻吧。听到这么荒谬的要求，他瞬间傻眼，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也不能厚脸皮收回，看着对方期待的眼神，心脏不禁扑通直跳，眼睛一闭，不管三七二十三凑了上去，尝到甜头的男人满足抱着脸色红润的他，随后向手下传令，他们要是再敢动我的新娘，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等露西娜吃下退烧药，为了让她安心休息，哈坎却把帐篷让给她，而自己却独自去外面站岗，看着对方欢乐哼着小曲走出去，疑惑是不是刚才的贴贴让
他心情愉悦，可自己脸上现在长满了丑陋的红斑。这一整晚哈坎都在寸步不离照顾他，所以第二天得以顺利退烧，便立刻启动马车赶路，很快到达富饶美丽的达塔亚尔王宫。露西娜刚下马车，不料脸上的红斑顿时引起众人的议论纷纷，大家都怀疑他得了病。突然一位牛头马面的人向哈坎行礼，原来是神官。他好奇地看着那人，谁知神官那牛眼也在盯着他，宁静把大地气息带回来了，然后手上沾了点水，见到这丑脸都能把隔壁小孩给馋哭。露西娜也被吓懵了，急忙躲到哈坎的身后。男人宠溺抚摸着他的头解释，这是在净化外来人身上的厄运，并不是在害你，所以不用害怕。听此他才放下戒备，只听神官念起鸟语般的咒语，玛丽玛丽轰，瞬间圣水扑了他满脸，感觉脸上的疹子消下去了一点。净化仪式很快结束，哈坎带着露西娜来到宫殿。大王，突然一个女人朝他们飞扑过来，还紧紧抱住了哈坎，在他怀中梨花带雨的模样。那群可恶的盗墓人都见到您的威严了吧，我真为您感到骄傲。露西娜觉得对方实在很漂亮，哈坎推开了女人，客套了两句话，然而他却不打算放过露西娜。她是战利品吗？布里恩的女人都长得这么丑。他刚想反驳，男人突然搂住他的肩膀，她是我带回来的伴侣。听此他脸色十分难看，当场宣布如果露西娜怀了他的崽崽，那就是王妃了。大王，你是真心的吗？您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上有硫磺盟吗？怎料哈坎却一脸紧张，首先询问她的身体情况，原来是染色剂正在褪色。哈坎发现她原本的头发竟是银色，但是她却不依不饶，表示自己承担的义务她能不能承受得了。她不明白什么义务，嘲笑露西娜娇弱的小身板根本无法承担夫妻义务，而自己却与众不同，作为曾经的先王妃，面对身强力壮的小叔子当然不在话下。哈坎招来小侍女提提，让她以后专心服侍露西娜。她初来乍到，对这里一切充满好奇，提提也是有问必答，这才明白加雷特所说的义务就是生崽崽，只有诞下99只龙崽才能正式成为王妃。自接触到圣水后，不仅染发剂褪色，就连脸上的红斑也消下去些，于是迫不及待吩咐小侍女再弄些圣水来。她赶忙哒哒跑去准备。就在此时，一只雪白的鸟向她飞来，她忍不住伸出手抚摸，惊醒发现是只会说话的鸟，还是只碎嘴山雀。原本可爱的鸟，怎料眨眼间变成白发小精灵，原来是普卡变的山雀。小精灵担忧露西娜，才一路偷偷跟随，当看到她听了自己的忠告没有使用治愈之力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她向小家伙倾诉，比起在卡塔尔生活，她更加喜欢这里。哈坎是世上唯一对她最好的人，你不害怕给她生崽子？刚开始是有点害怕，但现在她已经克服了心理障碍。没过多久，提提很快回来，并禀报王同意她使用圣水，请跟我来这边。与此同时，手下向哈坎带来消息，原来十年前屠龙者来屠杀他们的幼龙，而哥哥为了保护众人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因此他带着愤怒前去复仇，哪料追击过程中被淬了剧毒的黑箭射中，命在旦夕之际被一位黑发小女孩给救了，如果不是因为她，自己根本无法活着回来。当时只注意到对方脸上不仅红肿，穿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，应该是平民的女儿，可那双闪耀的黑瞳仍然记忆犹新，与露西娜那双明亮的眼眸十分相似，但偏偏却是一头乌黑的金发，心中怀疑的种子已然种下，立马吩咐手下去查探露西娜的身份，打听一下到底是不是男爵的亲生女儿。作为贵族千金，看出她和家人的亲情很疏离，刚吩咐完所有事项，她迫不及待要去泡个舒服的温泉浴。听此她欲言又止，想说露西娜也在那里，最后想想连忙打住，决定给大王添加些从未体验过的惊喜。这边女孩在圣水的洗礼下褪去乌黑的金发，露出原本漆黑飘逸的银发，她浮出水面舒服哈出一口气，不仅将劣质的染发剂清洗干净，就连脸上的红斑也不见踪影，而且皮肤还比之前更加 Q 弹娇嫩。谁知就在此时听到脚步声，没料到来人竟是哈坎，他吓得立马捂住嘴巴，眼睁睁看着男人缓缓下入水中，见状慌乱的不知所措，怎么办，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。他只是泡个澡竟意外撞见龙王，看着对方步入水中，他吓得捂住眼睛，怎料男人犀利的眼神已经发现他，疑惑这里怎么藏匿着一个女人，误以为是图兰，为了让他赶紧延绵子嗣，从哪里带回来的小妖精，他气得大步朝那女人走去。而露西娜心吓得提到嗓子眼，自己现在可是真空，眼看对方步步紧逼，他毫不犹豫沉入水中，企图能蒙混过去。哈坎看到他滑稽的狗刨式逃跑动作，更加气了，竟然无视他的威严，很快一把将他抓住，谁知重心不稳，二人同时跌倒，刚想好好教训他一顿，可见着对方的长相，瞬间愣住，这么漂亮的女人是谁？一头乌黑的银发，还有一双月光般闪烁的眼眸，很熟悉，一刹那间认出她是露西娜。她原本的发色竟是银色，金发褪去后和十年前救她的小女孩十分相似，但很快又否定这个想法。而她看见哈坎严肃的神情，竟突然下跪，不断哀求她不要打自己。女孩那颤抖的模样，任谁看了都十分心疼。哈坎单膝蹲下，贴心给她披上衣服。在我的王宫里，谁敢对本王的伴侣动手呢？确定她真的不会打自己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她的侍女只是请求使用圣水，没想到她会直接沐浴。刚刚把她吓得够呛，安抚摸了摸她的头，并轻柔抹去她眼角的泪痕。你以后就是这个王宫的女主人，不要再对我卑躬屈膝。由此可见，确定露西娜不是十年前的小女孩，她的胆子非常大，即使看见龙也不带怕的。最主要的是露西娜没有治愈之力，见二人之间挨得太近，她害羞想逃跑。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下一秒便把她给抓回来。你好像还没洗完，她连忙否认，不等我一起。
随后将他抱起。他还傻乎乎询问对方去哪里，得知是寝宫，感觉自己这次结束难逃，虽有些为难，但并没有拒绝。不过哈坎给了他充分的时间好好准备，提提真心为他感到开心。可两个搅屎棍却给露西娜制造恐惧，嘲笑他小身板一定会承受不住，而提提却一个劲给他加油打气，相信他一定会顺利诞下龙仔，赶忙护着主子远离这些女人的查毒。可他却听进了心里，难道哈坎会打人？经过一番打扮，露西娜美得发光，而男人却看呆了，迫不及待招呼他过来，爱不释手欣赏他一头乌黑的银发，这么漂亮的头发竟然被劣质的染料给藏住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别人的赞美。我可以亲你吗？男人凑近对他耳语，他愣了三秒，疯狂摇晃着小脑袋，见此可爱模样，他不禁勾起唇角，随后落下轻轻一触。哈坎恳求他今晚不要逃跑，留下陪他。男人强壮的臂膀抱起他，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心脏不禁扑通直跳。回想起刚刚那两女人的话，担忧自己要是被揍的话，小命估计难保，所以害怕的抖成筛糠子。见状，男人没有再进一步，不明白他怎么了，难道是生气了？哈坎解释自己并没有生气，认真询问他是不是想回贝尔格娘家，不想回去。我现在是你的伴侣，向他承诺一定会诞下龙仔，成为卡塔尔的王妃。最后表示在露西娜没做好准备前，绝不会合房。自那天后，他成为全帝国的笑柄。尽管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言论，他并没有在意。然而无意中听到哈坎的传闻，令他十分震惊。大王果然还是要和加雷特殿下结婚，毕竟在卡塔尔兄死娶嫂子是很常见的。自那天后，露西娜总是闷闷不乐。就在此时，提提禀报哈坎回宫，他迫不及待要找他询问清楚。谁知路上竟遇见雷加特，哟，头发颜色变了，差点没认出来。在得知露西娜初夜被王冷落，别提有多嚣张，竟当面嘲笑他个小身板撑不了多久，还不如趁现在逃跑。可他不明白对方话中意思，见状幸灾乐祸告诉他事实，卡塔尔王宫是女人的坟墓，能够承受龙的气运活下去的人少之又少。就在这时哈坎出现打断，黑姐热情上前搭讪，怎料被男人直接无视，眼里只有一旁的小妻子。露西娜到这边来，正女诞下九只龙仔就会死，可她非但不害怕，还一脸期待，在龙族无论是谁诞下龙仔一定会成为王妃，但普通女人根本承受不起龙的气运，所以她和露西娜一直迟迟没有合房。这边是最心爱之人，另一边却是龙族的延续。自哥哥牺牲后，守护龙族血脉的重担压在他身上，族人们总是极力撮合他和嫂嫂，可现在他十分确定自己不喜欢加雷特，经不住图兰的天天催促。烦闷的他深夜带着二锅头潜入露西娜房间，他惊讶哈坎的到来，忍了许多天，这一刻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子，终于绷不住，捧着他的脸一直看着，越看越喜欢，没忍住来了个法式贴贴。意外的是这次他没有再害怕，还热烈回应他，可却在紧要关头停了下来。你真的做好为卡塔尔牺牲的准备了吗？虽不太清楚，但更加令他在意的是这个问题，你觉得我可爱吗？这不明知故问吗？无论是谁都觉得你可爱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。两人的气氛逐渐攀升，就在更进一步时，谁知他满脑子都是哈坎和嫂嫂的传闻，也许他和加雷特也做过这些呢。想此猛然一把将他推开，男人顿时满脸懵逼，不解询问他，鼓起勇气说出藏在心底的疑问，你是不是喜欢加雷特？他们都说你会和他结婚。然而男人顿时沉下脸来，干嘛在意别人的话？可露西娜还继续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你暗恋过加雷特？听此眉头皱得能夹死几只蚊子，不明白两人的初次，他为什么总是提起那个女人。见哈坎没有否认，心里更加醋意横生，你说我可爱都是谎话，比起我你果然更加喜欢他对吗？最讨厌别人把加雷特和他捆绑在一起，更何况是自己妻子不信任他，认为他不想做王妃才找的借口，甚至连人也不哄了，气得直接转身走掉。他刚想解释，可人已经被气跑了，大王又把那女人丢下走了，听说是害怕的直接拒绝。听到好消息的加雷特十分高兴，大王亲自挑选的女人也不过如此，很快就对他失去兴趣，过不了多久就转头对自己投怀送抱，顺利把王妃的位置也收入囊中，迷之自信他是喜欢自己的，只不过是对兄长那该死的负罪感才一直躲避自己。转头他就把露西娜叫来，王室宴会即将开始，可怜他没有件像样的礼服，好心送给他一套华丽礼裙，一看就没安好心，果不其然是件白不溜秋的丧服，嘲笑他一直不愿意和大王合房，不就是想念家乡的亲人，只要穿上那件礼物，大王就会明白你的心意，放你离开。井底想让他当众出丑，送了件白不溜秋的丧服让他参加宴会，谁知在风婆婆的逮脏下，他一袭雪白纱裙惊艳全场，看着镜前的露西娜，提提气得暴跳如雷，如果穿着这件丧服去参加宴会，大王一定会误会您埋怨他打掉族人，他心里明白可能哈坎以后不会再来找自己，严重的话还会把他送回家乡。就在想不出任何有用的办法，一个婆婆拎着破玩偶闯入，一进来就批评他穿的丧服丑不拉几的，还大言不惭要帮他改造，让露西娜美美的穿去宴会惊艳所有人，前提是要给他好吃的。可两人根本不知他是谁，谁知接下来的操作直接让他俩傻眼，对方竟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我饿了要吃饭饭。与此同时，加雷特正在寻找失踪的老夫人，得知他正在露西娜那捣乱，嘱咐不要将此事禀报大王。婆婆吃饱后信守承诺开始干活，抡起剪刀胡乱挥动，每咔嚓一声，主仆二人都随之颤抖，信誓旦旦保证只要穿了他改造的服装，露西娜心仪的男人一定会迷上他。这边加雷特目睹房里发生的一切，十分幸灾乐祸，不信一个疯婆子还能把这么丑的丧服改成花来。而露西娜穿上后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这是人穿的衣服吗？
提提拼了老命拽下，相比之前已经好太多了。当毯子拽下的那一瞬间，露西娜美的发光，那黑色的纱裙衬出的身姿若隐若现，就像披了层神秘的纱，令人遐想。王宫宴会正式开始，哈坎迟迟等不到露西娜入场，一旁的加雷特趁机离间他们的关系，直言露西娜不愿意来见大王。哈坎并没有上当，但见不到心爱的妻子，心情有些郁闷，端起杯中葡萄汁。见阻拦露西亚参加宴会的计划得逞，他兴奋解下披风，亲自为哈坎献上义务，迷之自信对方一定会被他迷住，而他就像老僧入定般，看也没看一眼，只专注于手中的葡萄汁。喝到微醺之时，回忆起哥哥迷上雷加特的场景，那个女孩就像红玫瑰般耀眼，一旦迷上至死无法挣脱。而是哥哥是他的偶像，而他崇拜哥哥的一切，想拥有他的全部，他的权利、王位，甚至是妻子。曾无数次幻想登上那至高无上的位置，拥有他所有的东西。可直到一次，哥哥为救他不惜牺牲自己，临终前一直放心不下雷加特。得知哥哥真心喜欢他，心里满是负罪感，让他从此放弃了这段念想。情敌让他穿丧服出席宴会，谁知他一袭白色礼服惊艳全场，就连洞房花烛将他抛下的龙王也看直了眼。露西娜美的和平时判若两人，就在刚刚他赶来参加宴会，哪料却被看门的拦下，表示不穿先王妃赏赐的衣服不得入内。提提解释这正是王妃的赏赐，只不过稍微改动了一下。看门的得知她是个不受宠的女人，而且洞房花烛两次被大王冷落，更加气焰嚣张，一把将他们推倒，凶神恶煞，让他别再厚脸皮进来。提提担心露西娜要是再不进宴会厅，大王误会了怎么办，无奈他只能把小精灵普卡召唤来，请求他帮助自己。这边哈坎等媳妇等得花快谢了，却不知媳妇被人拦在门外欺负，而阻拦露西娜的幕后之人正是加雷特。碍眼之人不在，他才有机会在大王面前表现。得意洋洋扭动着那丑陋的舞姿，直让男人倒胃口，瞬间喷出嘴里的葡萄汁。不禁想起哥哥刚去世，加雷特就迫不及待勾引他，他直接言明拒绝。明明他爱的人是哥哥，可他才不管，谁是至高无上的王，他就爱谁，只要能顺利当上王妃之位就行。这一刻，他嫌弃出便秘来，这才看清加雷特的为人。当初自己真是瞎了龙眼，艾玛真是头疼死了。谁知一抬头，便见着一位丑陋美丽的仙子踏跃而来，一袭雪白纱裙衬出若隐若现的婀娜身姿，周身萦绕着色彩斑斓的蝴蝶。这不就是自己那丑媳妇吗？美的就像从月亮里逃出来的仙女。哈坎看直了眼，就连头疼的毛病也治好了。而他一出场，就获得全场的关注，这多亏了普卡的帮忙，撒了泡屎在看门的脸上，他才有机会趁乱偷摸进来。他按照平时练习给哈坎行礼，那落落大方的模样，哪还有之前唯唯诺诺的样子？这还是他认识的露西娜吗？加雷特却在人群里极度的快要发疯，只能把气撒在倒霉鬼身上。男人红着脸说媳妇迟到了，提提赶忙解释，在来的路上出事耽搁了。这时哈坎注意到他手上的淤青，赶忙来到跟前查看，真是好大一块，他心疼极了。提提趁机打小报告，守卫说没穿先王妃赏赐的衣服，不得入内。他阴沉着脸看向加雷特，他顿时吓得一个机灵，在事情败露之前，赶紧找个替罪羊，一巴掌狠狠甩在守卫脸上。你小子竟敢污蔑我，明明是你阻拦大王的女人。转头就对哈坎解释，只是个误会，就放过他吧。但他并不打算轻易放过欺负露西娜的人。动本王的伴侣，我看是活腻了。下一刻拔出手中利剑，只有心地善良的露西娜向哈坎求情，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没事，在这个王宫里除了我之外谁都不能碰你的身体。说完将媳妇抱紧，露西娜十分感动，心脏顿时小鹿乱撞。此时加雷特才站出来虚伪求情，谁知哈坎直接质问，不让露西娜进宴会厅是你下的命令吧？被拆穿，他勉强挤出笑容，解释自己绝不会做那种事，看来只能请大王惩罚这一下犯上的家伙。他嘱咐露西娜堵住眼睛，闭上耳朵，接下来一剑将他送上天堂，随后抱起媳妇回房间，并吩咐众人别来打搅他俩的好事。接下来是小夫妻的二人世界，哈坎首先向他道歉，这几天之所以没有来找他，因为两人在一起又要提到生龙仔的事，可他害怕媳妇因此而失去生命，他要是得知生仔仔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说不定会离开自己。在这样的犹豫徘徊下，始终拖着没有来解释。露西娜本来也想找他道歉，但生怕自己的笨嘴不会说又惹了他生气，哈坎向他保证，如果他不愿意，自己绝对不会强迫他的。可露西娜表示想和他在一起，想更进一步了解他，才得知值不值得为他生龙仔。男人听后开心不已，误会终于解除，他抚摸着媳妇的脸庞，夸赞他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，以后不要再穿了。他不明白，因为我不想让别的男人也看到。说完二人相互含情默默对视，随后他垂眸贴了上去，察觉媳妇在抗拒，紧张的以为他不喜欢。那倒不是，我今天只想好好和你聊天，他笑着答应，觉得媳妇挥舞小拳拳的模样很可爱。然后二人面对面坐下，开始谈谈人生理想。他先给自己灌了一杯，鼓足了勇气，才开始问问题，你多大了？按照人类年龄大概27。哈坎认真回答了媳妇的问题，想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当然是你。这男人怎么不好好回答问题，气得他又给自己灌了一杯。他提议玩个小游戏，你问我答，如果不想回答就喝酒。谁知第一个就问他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，他瞬间当场石化。他举例几个类型，身材好、有钱的、温柔多情的，这些哈坎都通通符合，难道要当场直接说喜欢他？
最后他选择干了这杯酒。接下来轮到露西娜，他将这个问题奉还给对方：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警告他要老实回答，不可偷奸耍滑。他一直想找个只爱他的女人，而不是因为权力地位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两人对对方了解了许多。现在的露西娜通过每天训练能顺溜的与别人对话，真棒。哈坎夸赞摸了摸他的头，和之前怯懦的模样截然相反，疑惑他的性格是不是因从小被虐待造成的。你的家人是否在儿时打过你？犹豫了片刻，他选择没有回答。本次提问无效，该是我问你才对。聪明的他用这招蒙混过去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喜欢你，感觉越看越喜欢，还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偕老，每天晚上拥着你入眠。龙王好不容易等到和媳妇圆房，谁知关键时刻媳妇却掉了链子。梦里他抱着又大又光滑的红苹果，哇呜一口刚想干掉他，却不知抱着的是哈坎的18块鸡胸脯，那硬邦邦咸咸的，差点磕掉他的牙。意识到自己所干的好事，惊恐往后挪了几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头也好痛。瞬间回想起昨晚和哈坎聊天喝酒来着，对方还向他表白了心意。接下来哈坎便顺理成章拥住他，刚想再进一步时，怎料他却在男人怀里睡得哈娃子直流。他温柔给熟睡中的露西娜盖上被子，望着寻找热源钻进怀里的小猫，露出既无奈又宠溺的笑容，最后只在他额头印下一吻，相拥而眠。不等哈坎醒来，他着急忙慌赶紧跑路。提提和图兰一直守在门外，他担忧露西娜这么久没出来，不会是出事了吧？图兰一听赶紧打断。这时露西娜踉踉跄跄走出来，二人立马飞扑过去迎接。您没事吧？提提别喊那么大声，我实在太痛了。听此他更加紧张，询问哪里痛，怎么个痛法，又酸又痛，都走不了路了。那就是次数太多了。谁知这两人却想歪了，单纯的他以为指的是葡萄酒，确实是很多次，三次还是四次来着。二人听此更是激动抱作一团，这么多次竟然活下来了，露西娜大人可真厉害，龙族终于有救了，得好好侍奉为龙族带来繁荣的夫人，请小心台阶。这边雷加特得知露西娜在大王寝宫待了一整夜，气得嘴都歪了。而哈坎醒后美滋滋哼着歌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，一看就像沉浸在恋爱中的男人。自恋看着镜中那完美的18块腹肌，和图兰炫耀，露西娜夸我不仅身材好还长得帅。对了，昨晚他可真是太厉害了，不仅像月亮女神一样丑陋美丽，还像战士一样勇猛。他高兴地留下两行泪，大王真是好样的。询问起媳妇去了哪，被提提带去泡温泉了，要不大王您也一起，顺带缓解一下昨晚的疲劳。听此他刷一下脸红了，装作一本正经模样，好吧，我要去把昨晚没说完的话说了。哈坎娇羞地来到浴池，盯着眼前白花花的一片，就是不见他的媳妇。环顾四周后，发现媳妇早已经洗完，心里有点小遗憾来得太晚。露西娜发现哈坎的到来，露出甜甜的笑容，像只小喜鹊欢快飞扑到男人跟前，宠溺摸了摸他的头，发现媳妇头发湿漉漉，自告奋勇要帮他擦干。提提赶忙递上毛巾，十分识趣不做夫妻俩的电灯泡，恭敬退到外面去。坐下后立马招呼媳妇过来，啊，我坐哪呀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椅子，坐我腿上不就行了。听此他显然愣住，但还是红着脸老实走了过去。只见他紧闭眼睛一屁股坐下，见状男人询问他是不是不喜欢，那倒不是，听到满意的答案，他轻柔给露西娜擦着湿发，关心媳妇昨晚喝多了难不难受，用圣水泡过后好多了。面对刚出水芙蓉般娇羞的媳妇，控制不住一把将她拥入怀中，只要一刻看不见你，就会想你想的要发疯，每时每刻都想和你在一起。听此他心脏控制不住疯狂跳动，露西娜能感受到哈坎的真实情意。说完二人相互含情脉脉注视着对方，气氛也逐渐攀升，下一秒他主动贴上对方的唇，我也是经常在想你。听到媳妇的回答，他开心勾起嘴角，但同时又忧心忡忡，他明明是被自己强迫带到这陌生的地方，这么快就把真心托付给他，是因为以前过得太苦了吗？他心疼露西娜儿时的遭遇，所以打算今晚对他坦白，但下龙仔可能他会失去生命。哈坎见提提课中职守，把露西娜照顾得很周到，便奖赏了一块金疙瘩给他。接下来向众人宣布，今晚要在寝殿和露西娜共进晚餐，以后每天都是如此。牵起媳妇的手，在他手背印下一吻，我们今晚见。回到寝宫，提提抱着赏赐的金蛋开心到起飞，终于能给弟弟妹妹交上学费了。有了昨晚的经验，他相信露西娜会做得很好，更加发愤图强把她打扮得美美的。这时窗外飞进来一只白色鸟，是精灵普卡，为了答谢他宴会的帮助，送了袋花生壳给他吃。一人一鸟开始毫无障碍聊几天。而雷加特得知露西娜今晚和哈坎在一起，气得要发疯，思索着要用什么办法阻止他，于是叫来了个男人。到了晚饭时间，哈坎苦恼着一会该怎么向媳妇坦白，谁知就在此时，露西娜一袭黑衣华丽装扮出现，美得让哈坎看直了眼，赶忙招呼媳妇快过来坐下用餐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谁知对方二话不说直接抱住他，狠狠在他唇上揪了一把，我想你了，哈坎。男人有些惊讶，这么直接的露西娜，早上不是刚见过吗？可现在是晚上啊。面对情意缠绵的他，哈坎很开心，所以打算把诞下龙仔就会死的诅咒告知他。可刚要开口，侍从突然闯入，大王出大事了。原来是哈坎的母亲突然发病，守着先王的遗体不放，无奈他
必须得赶过去。临走前嘱咐露西娜先休息，事情下次再说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雷加特搞的鬼，怀上龙仔就会死的诅咒也是派他所赐。他们原本是贫民窟里的一对姐弟，姐姐干活供弟弟读书，为了报答姐姐的恩情，他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害人，从而让姐姐顺利坐上王妃之位。可不幸的是，丈夫和儿子都在战争中丧命，现在又盯上成为新王的哈坎，绝不能让露西娜诞下龙仔。可他不想再帮助姐姐继续害人，奉劝他及时收手回头是岸，谁知招来一脚背爆头。我的好弟弟，是谁卖力干活养大你？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就是因为帮姐姐害人，每次施咒都反噬到自己身上，得了心绞痛的毛病。雷加特认为只是他推脱的借口，并没有在意，只想让他赶快除掉露西娜。刚施完咒，他感到心脏剧烈般疼痛难忍，承受不住晕了过去。露西娜在回宫的路上刚好遇见昏迷倒地的吉伊拉，发现他心脏骤停，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失去生命。苦恼的是自己拥有治愈之力不能被别人知道，不管了，先救人要紧。将提提顺利支走后，这才施展不为人知的治愈力，而他却陷入梦魇之中。为了保护姐姐，他犯下的所有坏事罪孽深重，这么做只是不想被姐姐抛弃，但最终要由自己承担全部的责任。突然一股柔和的力量缓解他心脏的剧痛，就像一抹神圣的月光照耀他心房。等他再次睁开眼，便看到一位乌黑白发的女孩。他不敢置信自己还活着，明明感受到心脏停止跳动，快要死了，转头看向一旁的少女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他连忙否认，谎称自己只是在身旁守着她。他心里产生了怀疑，姐姐之前给的灵丹妙药都没治好，那只能是……忽然紧紧抓住露西娜的手，你是不是拥有治愈之力？我曾听说布里恩的圣皇拥有起死回生的神力，你也在使用这种能力吧？没料到他竟全部说对了，顿时惊慌失措，挣脱他的钳制，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守在他身边，仅此而已。他确信对方刚才使用的是治愈力，如果拥有这个人类，那以后就不用再承受心绞痛的折磨，忽悠露西娜和他一起逃走，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。他表示要留在哈坎身边成为王妃，当王妃丢了性命有什么好？只要怀上龙仔，全身被炙热的火焰灼烧，你知道死得多痛苦吗？看见女孩一脸懵逼的表情，他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哈坎竟然欺骗了你，他让一个人类女孩成为伴侣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反正也是死，你如果不能顺利诞下龙仔，死了也无所谓，他只不过在利用你救塔亚尔的女人。可露西娜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决定亲自去找哈坎询问清楚。而这边他的母亲突然发病，举起锋利的石头狠狠扎进他心脏，你这个祸害，不仅害死了你哥哥，还抢走他的王位。直到母亲被拉走，不堪入目的谩骂还在冲刺他的耳膜，而他一度认为母亲是承受不了哥哥的离世才疯的，殊不知这次发病是雷加特在背后操纵。他拒绝侍从的治疗，情绪低落，只想独自待着。这时露西娜找到他，刚想出声询问，发现他身上的伤口怎怎受伤了，药要治疗伤口，因为紧张过度，他开始口齿不清说着话，可他现在没有心情陪他聊天，伤口在流血，要治疗啊。说着伸手拽住对方，哈坎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现在没空和你聊天。说完转身大步离去。露西娜情绪低落，蹲在阶梯上，她察觉今天哈坎的状态很奇怪，但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突然前方传来男人的声音，我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？看你的样子，你们的谈话似乎并不顺利。听此他把头埋进臂弯，不要你管。遭到冷脸，他不仅没走，还厚脸皮在他身边坐下。明明拥有这么强大的治愈力，还心甘情愿为利用你的男人生猴子。他恼火呵斥对方，别说哈坎的坏话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哈坎是第一个认真听我讲话的人，还夸奖我可爱美丽，你想要的这些我也可以为你做到。说着凑近他，脸上泛起红晕，口中说着土味情话，露西娜你很美很可爱，在你把我救醒的那一刻，你就是救赎我的圣女，我会永远保护你，和我在一起吧。可他听到同样的话，却没有像对哈坎那样有心动的感觉，连忙起身远离吉伊拉。哈坎现在还在流血，实在放心不下，要去看看他怎么样了。这边的男人喝得烂醉如泥，只因母亲刺伤他的事，大家一致要把他送到活骨处刑，那可是他最爱的母亲，怎么可能忍心这样做。听不进任何话，他举剑对准图兰，再不出去砍了你。当露西娜赶到时，看到哈坎倒地昏迷不省人事，额头还烧得滚烫，起码得有90度，心疼抹去男人眼角的泪水。就算他真的在利用自己，可不想再看他受伤流血。为了拯救丈夫，圣女不再装傻子，而这也是他首次施展隐藏的治愈力为男人疗伤。陷入昏迷的哈坎梦见了10年前重伤坠落森林的时候，无论他怎么拼尽全力也无法站起来，好在一个小女孩出现救了他。哈坎醒来后发现胸口的伤竟莫名其妙痊愈了，他感到十分震惊。这时图兰带着神官赶到，惊喜发现大王的伤已经痊愈了，他带着疑惑询问众人，这才得知昨晚神官并没有为他医治，而图兰也没有用圣水给他擦拭伤口，中了黑魔剑的伤口也不可能半天就痊愈，这难道见鬼了？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，哈坎询问一旁的守卫，昨晚还有谁来过他寝殿？昨晚露西娜大人来过，那他看到的并不是梦，如果真的是露西娜治愈的，那他岂不是10年前救了自己的少女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故意隐瞒，是因为怕麻烦吗？没想到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救命恩人就在眼前，
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不知不觉来到他宫殿门前。可里面传来的声音让他顿住，竟是母亲的声音。原来提提从神官那借来一本龙族的书，对于未来成为王妃的露西娜受益匪浅。如果是记载龙族的书，也许在上面能找到关于诞下龙仔就会死的诅咒。可翻了几页才发现自己是文盲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于是请教一旁的提提，这是龙族使用的古代文字，我也看不懂。就在两人犯难时，一位婆婆开门进来。天哪，这可是我写的书啊，我的伯奇就是通过这本书认字的。露西娜满眼崇拜，没想到婆婆这么厉害。看好了，我来教你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很快像你哥哥那样会识字，难道是他在做梦？母亲怎么会笑得那么慈祥，还温柔呼唤他的小名。阿弟，我的名字叫露西娜，不叫伯奇，为什么要找叫伯奇的人？这时哈坎突然蹦出来打断他们，疑惑被监禁的母亲为何出现在这里。露西娜向他解释，阿弟在叫他认字，是上次宴会帮助他的人，不过似乎在找人。婆婆听到哈坎的名字似乎清醒了过来，没错，哈坎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怎么能伤了你？说着泪眼婆娑愧疚低下头，谁知下一刻眼神逐渐失去意识。这边雷加特得到消息，老太婆现在和大王在一起，正是动手的好机会，于是威胁弟弟吉拉伊行动。可他却不愿意再对阿达尔施黑咒术，他现在已经精神失常，这样做会导致他再也无法清醒过来。他可是反对哈坎和我再婚的人，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他。说完狠狠一脚踹向他，不想看他立刻丧命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被逼无奈的他颤颤巍巍将一滴黑色血液滴在上面，冰魔咒立即启动。看着眼前的露西娜，她眼神失焦，陷入幻境中。只见一个乌黑白发的女人正拉弓伤害她的儿子，她顿时奋起发疯，冲向露西娜。去死吧，妻子被毁了容，而下手之人竟是自己的母亲。哈坎彻底崩溃，他可以容忍母亲伤害自己，却唯独不能伤害露西娜分毫。没想到刚刚还好好的婆婆，却把露西娜当成黑发魔女，幻想对方拉弓射杀她的儿子。为了保护儿子，她举起羽毛尖尖奋力冲了过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好在被身后的哈坎给制止住，他赶忙接住倒下的媳妇，满脸担忧她的状况，可还是被划伤了脸颊。见状男人心疼极了，伤害我儿子的刁妇，我要撕了你报仇。母亲仍然止不住骂骂咧咧，她的怒火顿时涌上心头，伤害我一个还不够吗？即使昨天被他刺伤，依旧继续想做他的儿子，可现在连他最爱的人也不放过。哈坎的理智最终彻底崩断，来人，把罪人押送火谷，攻击本王之罪，伤害本王伴侣之罪，都要严加处罚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哈坎受伤流泪，他收拾好自己的情绪，转头吩咐提提把神官叫来给露西娜治疗，并向他承诺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。过后哈坎下达了封口令，今后将封锁罪人阿达尔的一切记录，禁止谈论他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所以当吉拉伊施咒昏迷醒来，听到侍女的谈论，意识到宫里发生了大事，便想从他们口中得到消息。他昏迷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说大王下达了封口令，然后害怕的仓促逃离，整得他一头雾水。突然一双漆黑的手拽住他衣角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没想到是露西娜，于是二人寻到没人的偏僻处。你知道哈坎下令送去火谷的女人是谁吗？他让提提去打听消息，因为下了封口令一无所获，而他压根没声响。火谷那是什么？瞬间想起什么，一时激动万分。难道哈坎把阿尔达殿下送去火谷？他不懂阿达尔是谁，只听说把阿弟送到那里。听此他犹如晴天霹雳，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所以害得阿达尔被处以火刑，不安与愧疚充斥他内心。刚想告诉露西娜，怎料被突然出现的男人打断，你在对我的伴侣做什么？看见这一幕，把他黑脸都气白了一个洞。二人顿时一个机灵，吉拉伊结结巴巴解释，那个哪料对方大步上前揪住他衣领，就像拎起小鸡仔似的，竟然对我的伴侣动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要是敢对他乱说。露西娜赶忙上前阻止暴怒的男人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看向一旁差点丢了小命的人，吩咐他先下去，自己要和哈坎谈话。等他恭敬退下后，询问他刚才说的胡说是什么，是指合龙合房就会死，为了保护塔亚尔的女人，所以掠夺我来当替死鬼，只要合龙圆房就会死，所以龙王一直不敢告诉媳妇，害怕他真的会抛下自己离开。可露西娜最终得知这个秘密，误以为哈坎为了保护塔亚尔的女人选择掠夺他当替死鬼。他极力向露西娜解释自己从来没想过隐瞒，可当看到媳妇哭得梨花带雨，声音霎时止住，他抽泣委屈擦眼泪的模样更是令他心疼不已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媳妇哭得这么伤心，手足无措，不知该怎么哄。露西娜避开他伸过来的大手，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，说完哭着跑出去。他连去追的勇气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远。已经习惯女人从自己身边逃离，可唯独被他拒绝，心里感到无比剧痛。露西娜是第一个对他露出灿烂笑容，愿意靠近他，给他带来温暖的人。原来自己不知不觉真的爱惨了他。露西娜一路哭着跑出来，而吉拉伊一直在外面等候他，直言被送去火谷的阿达尔殿下是哈坎的亲生母亲，现在虽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以他年老体弱的身体支撑不了多久。他得知进入火谷的办法，打算与露西娜联手救出阿达尔，将一把钥匙交给他，到时他会向守在门口的守卫施法，等他们睡着，他再趁机溜进去就行。火谷外，露西娜鬼鬼祟祟瞄头查探，而跟来的小精灵得知他接下来要去劫狱救人，你疯了吗？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？竟为了见过几次面的老婆婆豁出性命，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哈坎。虽埋怨他隐瞒自己，但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陷入悔恨之中。他掏出一袋蜜汁花生，才哄得小精灵
吉拉伊开始施法，趁守卫陷入昏睡。可小精灵答应帮助他，那便吉拉伊开始施法。趁守卫陷入昏睡，可小精灵成功溜了进去。可越往里走，就感觉越来越热，90度的高温，很快让一人一鸟汗流浃背。突然，前面的怪物下他们一激灵，不过已经被吉拉伊施法陷入沉睡。他们小心翼翼从守门将身旁走过去，很快来到火谷中央。哈坎的母亲被囚禁在笼子里，而下方则是滚烫的岩浆。他拿出钥匙打开鸟笼，可小精灵一起成功将婆婆带出来。不仅额头高烧90度，身体也失去意识，就连她的呼唤声也没反应。吩咐小精灵用圣水帮她降温，而她施展治愈力治疗，可直到能量快要耗尽，婆婆也没有苏醒过来。猜测可能是年迈的原因，谁知就在关键时刻，守门将竟然苏醒了。吉拉伊交
撑不了多久，怎料没等掏出盐来，怪物已经迅速挣脱藤蔓，大掌扇向他们，几人像风筝一样飞了出去。只因刚才耗尽了治愈力，他感到一阵晕眩。谁知这时一只巨大绿爪向他袭来，本以为这次要葬送此地，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男人就像盖世英雄般降临。为了拯救媳妇，他以一己之力打败了怪物。守门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，听到大王的命令，凶狠的怪物乖乖掉头回去。男人转头斥责露西娜不该为了救人来这么危险的地方，你的母亲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他突然感到意识模糊，下一秒踉跄倒下。塔坎急忙接住晕倒的媳妇，这时母亲醒了过来，却把他当成哥哥。拉伊凯，我一直在等你，快把伯奇带走，说着把红色的玩偶递给他。这里太热了，快把你弟弟带走。他顿时呆愣住，母亲明明不爱他，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安危？突然玩偶被塞入他怀中，正问看着手中的东西，回忆起儿时的场景。这是妈妈送你的礼物，给他起个名字好不好？就叫伯奇吧，这个名字是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起的。拉伊凯，你在犹豫什么？这时母亲的声音打断他的回忆，妈妈会自己想办法出去的，快带着你的伴侣和弟弟出去。如果伯奇有个万一，妈妈也不想独活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先保护好你弟弟。这一刻他才明白过来，母亲是爱他的。原来哥哥是为了遵守和母亲的约定，才不顾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他。愧疚瞬间冲刺他内心，懊悔的泪水从他脸颊滑落。当看见儿子的眼泪，他顿时清醒过来，终于认出眼前的人是哈坎。对不起孩子，妈妈总是脑子不灵光，竟没认出自己的儿子。解开多年的误会，母子二人紧紧抱作一团，体验着这一刻的温馨。这边加雷特得到消息，阿达尔活着从火谷出来，并且和大王解开心结，以后留在宫内养老，计划失败。他气出内伤来，露西娜的身体很快恢复。哈坎真诚地感谢他，如果不是你救了母亲，我一定会悔恨终生。直到现在每当想起，他的手还在止不住颤抖。他安抚握住男人小手，温柔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他抱紧媳妇，嘱咐他以后别再做这么危险的事，如果失去你，我也会坠入深渊的。通过此事他才明白，虽然很讨厌你隐瞒我，但还是不想让你伤心，哪怕是豁出性命，只不过想要你平安无事。听到媳妇的真情告白，男人很感动，可当听到他说要为自己生猴子，心跳上八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他明白产妇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阿达尔和加雷特他们都平安诞下龙仔，而拥有治愈力的自己说不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。这次他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都要诞下龙仔成为王妃。不顾哈坎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一把将男人推倒，生猛扑了上去，然后主动封住他的唇。他一把扑倒龙王，原来是为了诞下99只龙仔。手掌刚放上去，他就吓得脸色通红。露西娜很满意，紧接着是腰带，只是轻轻一拉，吓得他原地蹦起身。等一下，可他才不管，又再次扑了上去。而哈坎沉浸在这甜蜜的氛围中，差点就失去理智，极力忍住一把推开媳妇，不能这么冒进，你可能会死的。露西娜告知他自己已经做好准备，但哈坎没做好失去他的准备，只因那次在火谷看见他遇险，别提心里有多害怕。我甚至都不敢想，如果失去你，我会疯掉的。求求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。他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哈坎自己拥有治愈之力，权衡之下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。但是你们需要守护龙，我不希望除了我以外其他女人生下你的孩子。哈坎承诺以后只有他一人，但现在很担心他的身体情况，毕竟之前他晕倒了几次，单凭自己大量使用治愈力就晕倒来看，也许自己的身体并不好。通过鬼面神官的检查，露西娜只是营养不良，没啥大病，以后充分摄入营养就能调理好。等神官走后，哈坎询问他是不是小时候过得不好，而他犹豫片刻，最终说出自己的身世，男爵夫人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，他只是个私生女，但害怕他得知真相取消他们的婚姻，所以才说了谎话。男人听了满眼心疼，一把将媳妇抱起，向他承诺，只要你不拒绝我，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，并跟他道歉，之前怕你得知龙族生育有风险的事会离开我，所以一直闭口不提，从今天起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再瞒着你。小两口相互坦白藏在心里的秘密，控制不住又抱作一团接吻。之前一直误解母亲不爱他，多亏了露西娜，他们才解开多年来的误会。那个，把我放下来再说也可以。
而男人执意要抱着媳妇。你的身子弱，不能劳累。这边哈坎的母亲醒过来，回想起之前出现在脑海里的幻影，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被暗黑咒术控制，赶快去叫哈坎过来，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他。得到母亲醒来的消息，二人立马赶到别宫，没想到母亲很快又沉睡过去，而他们晚了一步，因为加雷特赶在他们之前来了，手上还端着刚喝完药的空瓶子，告知哈坎阿达尔想要完全恢复，得需要点时间，所以想把他请去王妃宫。静一静儿媳妇的笑道，露西娜自告奋勇也想照顾阿达尔，谁知却遭到加雷特的呵斥，他照顾大王妃是塔亚尔的传统，而你现在没有名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哈坎揽住媳妇的肩膀，冷脸看着加雷特，情敌当众欺负圣女，怎料哈坎霸气护妻，心疼的揽住媳妇，等露西娜怀上我的孩子，就是塔亚尔的王妃，你现在理应遵守礼仪待她。他现在只能忍住，勉强挤出笑容，那是当然了。转头男人却温柔和露西娜低语，他虽极度的快要发疯，但不敢再轻举妄动，甚至连回去的路上哈坎一直抱着他不撒手，让他十分害羞不敢面对，只因他觉得媳妇身体虚弱，不能劳累走路。好在手下来禀报大臣们都在等着他开会议，这才放下他，恋恋不舍与他分别。谁知哈坎前脚刚走，吉拉伊趁机找过来，二人坐在阶梯上闲聊，相互关心对方的身体情况，这才得知露西娜上次使用大量治愈力晕倒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神圣力有副作用，让他继续保守这个秘密，绝不能让任何人得知他拥有治愈力，要不然那些人会朝你蜂拥而来。如果告诉哈坎他会保护我吧，他当然会非常爱惜你。拥有治愈力，平安诞下龙仔的可能性更大，只要他成为王妃，他又要被姐姐逼着害人，所以不能让人发现他的治愈力，特别是哈坎，你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，如果让他二选一，他肯定会选择塔亚尔。可露西娜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，说不定他会把你带去战场，毕竟治愈力在战场上的作用非常大。谁知他心甘情愿和哈坎一起去，不明白他怎么那么喜欢那男人。如果露西娜第一个遇见的是他，是不是也会爱上他？女孩询问他刚才怎么露出那副表情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荒谬的想法，惊慌失措转移话题。哈坎说让我学习通用语言，可我不认识字，害怕被其他人知道的话会嘲笑我是文盲，所以想找一个老师教我，这是个千载难逢接近他的机会。毛遂自荐道，要不我来教你。而 TT 得知这消息很开心，吉拉伊从小就精通各国语言，很羡慕露西娜能跟着他学习，他看出 TT 的渴望，邀请他一起加入。那太好了。吉拉伊刚回到别宫，就看到姐姐把阿达尔带回来，大王妃当然由先王妃来照顾，这是宫中的礼法。这十年来姐姐怎么突然想静静儿媳妇的笑道，因为阿达尔恢复了神智，他要把宫里有黑咒术师的事告诉哈坎，好在被他给及时制止，没想到老太婆体内产生了抗体，不过弄了重心药，专门给痴呆老人使用的镇静剂，只要吃了就会沉睡，没办法进行深入思考，他的心一下子跌入谷底。原本给阿达尔使用的黑咒术打算换一个对象，听此他更是吓得一激灵，换谁？当然是露西娜那个臭丫头，媳妇和别的男人贴贴，他当场捉奸，瞬间感觉自己被绿了，你们背着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吉拉伊同时给露西娜和提提上课，令人意外的是提提是学得最快的那一个，而露西娜十道题只答对一道，毕竟是第一次学习认字，已经进步很快了。提提赶忙安慰失落的他，他从小精通各国语言，信誓旦旦保证露西娜两个月后学会通用语言，怎料这时他眼睛进了东西，怎么也睁不开，察觉到他赶忙起身查看，别揉，会伤到眼睛，说着拽住他揉眼的手，凑近查看眼里的情况，哪料这一幕被身后的男人给撞见，以为他们在做不可描述的事，犹如晴天霹雳，气得黑脸顿时变白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眼看哈坎气势冲冲向他们走来，二人吓得不知所措，霎时想起上次哈坎揍他的场面，我眼里进了那个，因为紧张，他语无伦次解释，好在有提提在一旁充当翻译官，将正确意思传达给哈坎。这滑稽的画面惊呆两位男人，乌黑小手拽住他的衣服，扑进他怀里，我一直以来喜欢的人是你，所以不要误会我和其他人的关系。听到媳妇的真情表白，他的阴霾瞬间一扫而光，宠溺抚摸他的头发，不会的东西学就行了，还找了个聪明的老师教你，做得真棒。转头询问吉拉伊能不能教好他们俩，承诺最晚一个月他俩就学会通用语言，你虽身体虚没用，性格还阴险狡诈，但宫里最属你聪明绝顶，无人能及，所以露西娜的学习就拜托你了。听着大王像是夸人又像是骂人的话，实在令他惶恐，就连报复用力握紧他的手都不敢反抗，你再敢碰一下露西娜就死定了。听到哈坎凶巴巴的警告，他吓得冷汗直流，而面对媳妇时他又立马变脸，仿佛两人的关系很好，当着其他男人的面一把将他抱起，得意洋洋从吉拉伊面前走过。回到宫殿，哈坎告诉他身体的检查结果，虽然营养不足，但奇怪的是恢复力是别人的好几倍，他能撑到现在多亏拥有治愈力，神官为你抓了恢复气息的药，两个月后正好是我的繁荣期，现在我也开始吃药禁欲。他好奇繁荣期是什么，原来是龙族繁育子嗣的最佳时期，那时火气格外旺盛，所以得吃药调理，到时再考虑圆房。说完他起身刚要走，怎料被一只小手给拽住，禁欲要做到哪种程度，只是单纯睡觉也不行吗？他红着脸不知该怎么回答，露西娜撒娇不想独自一人睡两个月，要哈坎陪陪他，最终拗不过媳妇只能答应，可很快他为这个决定后悔，小夫妻俩第一次同床共枕，男人只是单纯的想睡觉觉，而媳妇却一点也不安分，尽情的撩拨他，
不仅扑到他怀里，甚至还伸手勾勾他的手指。我可以牵你的手吗？当然可以牵。男人忍得脸红冒了烟，而露西娜毫无察觉，握住他的手后一个劲摸来摸去，肢体的碰撞更是火上浇油。可还没完，他捏着被角小声询问，那个亲亲也可以吧？媳妇大胆的问题令他愣住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露西娜快速凑了上来，媳妇那甜美柔软的唇险些让他招架不住，心里默念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可他还是没能抵挡住对方的热情，沉浸在这温柔乡里。因为繁荣期的到来，他现在的欲望比平时强了好几倍，驱使他一把将露西娜摁住，看着他那月光般单纯的眼眸，最终理智战胜欲望，迅速跳下床远离他。这两个月我们还是各自分房睡吧，这样对谁都好，繁荣期的火气是最旺盛时期，避免伤害到露西娜，他只能这样做，甚至连亲亲也禁止两月。什么？连这点爱好也被剥夺？那牵手手呢？那也不行，他提出抗议，难道这俩月就光看着对方的脸宿着，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平安度过？他才不要，亲亲牵手手都不行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看着媳妇哭得眼泪哗哗直流，塔坎于心不忍，那你把我绑起来吧。说完一阵东翻西找，将一捆绳子递给他，把我绑起来后再做你想做的事。露西娜给他双手缠上99圈，确认绑结时不会轻易松开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征得对方的同意，他这才开始为所欲为，但只要肢体触碰他就难以忍受，不仅呼吸粗重，心跳也越来越快。露西娜刚一汗到此为止，哪料男人突然挣脱绳子，立马将他给扑倒，避视到自己的失控，他赶忙原地蹦起身，给我拿铁链来，要那种连龙都无法弄断的程度。听此他忍不住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哈坎气得冒烟，我忍得都要死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与此同时，这边加雷特正逼迫弟弟给哈坎施黑咒术，听神官说哈坎的繁荣期马上到了，这期间可是相当不稳定，火气强盛的同时人也会更加暴躁，就算用药控制，何妨时发生事故再正常不过，到时他就可以取代露西娜当上王妃，这是最后一次帮助姐姐，以后你可以离开王宫去你想去的地方，这是摆脱姐姐阴霾的机会。不过他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既不会伤害到露西娜，又能让他俩分开，所以这次要改变施咒方式，这是加了我的血制成的蜡烛，只要用了它，就算我心痛失去意识，咒术依然不会失去效果。那你之前为何不用？他附身说了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听此加雷特宛然一笑，为了拆散小夫妻俩，黑心嫂嫂与弟弟联手在哈坎的房里做了手脚，目的是为了让他产生幻觉，彻底讨厌上露西娜，这样姐姐才能当上王妃之位，而弟弟也得到梦寐以求的女孩。侍女端着缓解繁荣期的药给哈坎，他喝下药，想着今天平息了火气，应该比昨天更能挺住，摆弄着桌上艳丽芬芳的鲜花，露西娜一定会喜欢的。却不知一旁点燃的蜡烛下了黑咒术，也就是那对姐弟搞的鬼。小精灵普卡得知昨晚哈坎为了禁欲竟用铁链把自己捆成团睡觉，不禁笑得人仰马翻打滚。露西娜因为拥有大地气息，所以看着身子弱，如果怀上哈坎拥有火气的龙仔，气息反而稳定下来。真的吗？她兴奋起身，不过怀孕期间治愈力用于保护龙仔，暂时不能使用，得生下龙仔后才能恢复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气得她狠狠揍了小精灵一拳。你也没问我呀。她现在要把自己拥有治愈力的事告诉哈坎，她就不用再吃那苦哈哈的药。来到她的房间，哈坎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可她没发觉今天男人的异常，只要看见喜欢的人，黑咒术立马启动，粗鲁一把拽住她纤细的手。她顿时感觉到手腕上传来的痛感，疑惑她怎么没了往日里的温柔。在她还没反应过来，贴上她的嘴唇，对方的行为让她颤抖到窒息。哈坎很快清醒过来，他极力忍耐不伤害露西娜，看到媳妇害怕的不自觉后退，瞬间意识到自己的异常状况，为避免伤害到他，我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，今晚你还是在别宫睡吧。他不明白今天到底怎么了，为什么突然做出伤害露西娜的事，难道是越接近繁荣期火气就越旺盛难以自控？他也察觉到刚刚哈坎很奇怪，只是可惜没能把好消息告诉他。见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提提建议他去泡温泉，这样有助于睡眠。他畅快地从水里钻出来，提提坐在岸上拍手夸赞，您潜水好厉害呀，我还会游泳，你要看看吗？说完展示他那狗刨式的扑腾动作，像小狗狗一样，真的好可爱。而哈坎为了冷静降火气，打算来泡泡圣水缓解，恰巧看见露西娜也在这里，媳妇那灿烂甜美的笑容还是那么好看，即使被水浸湿依旧美得像一幅画。就在心脏扑通乱跳时，一股黑气向他笼罩而来，原来是吉拉伊在暗地里施黑咒术，只要使用这个蜡烛，每次在喜欢的人面前就会产生负面幻觉，刚开始是很微弱甚至难以察觉，随着时间增长幻影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，刚刚明明是露西娜和提提，怎料却变成了他和吉拉伊抱在一起。当看见这一幕，他气血上涌，用力把门框捏得咔咔作响，再也忍不住，气势冲冲迅速冲到他的面前。媳妇明明在对他笑，怎料下一秒竟和其他男人抱在一起，他气得要发疯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吉拉伊在背后给哈坎下黑咒术，目的是为了拆散这对恩爱的夫妻，受幻觉影响他就会不知不觉中逐渐厌恶露西娜，久而久之两人的感情自然就破裂，而绝望的女人一定会投进他的怀抱。当哈坎看见媳妇和吉拉伊在一起，顿时怒气冲冲来到他的面前，
哈坎，是露西娜的声音唤醒他的神智，他整个人都呆愣住，难以置信自己刚才干了什么。他满眼担忧询问怎么了。没事，以为你不小心掉进水里，所以才急忙跑过来。说完避开他担心的目光，他本想将自己拥有治愈力的事告诉哈坎，怎料却被对方打断。今天太累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他疑惑自己的情绪变化很反常，只要一看到露西娜就想发火，还总是看到那些不好的画面，就像跟真的一样。第二天上课，露西娜总是心不在焉神游，而吉拉伊发现后，先是打发提提去图书馆拿书，再详细询问他和哈坎发生了什么。这段时间他一直憋在心里，突然有人关心，顿时哽咽的眼泪哗哗直流。他难道发火打你了？趁机滔滔不绝讲哈坎的坏话。露西娜听了像只愤怒的小鸟，怎么可能打我？因为繁荣期临近，他只是心情不好而已。吉拉伊建议他们这段时间不要见面为好。那我要是想他了怎么办？可以写信啊。也是啊，他立马在纸上挥洒自如写下第一封信，写完拿给吉拉伊检查。男人看后满脸错愣，这写的什么东东？反而说写得很好，就这样送过去吧。听此他一脸兴奋，哈坎始终觉得最近异常，找来神官检查身体，结果只是临近繁荣期的影响。可喜欢的人感情越深厚，反应就会越大，可这个结果并没有让他放下心。神官走后，侍女端着露西娜的信进来，没想到是媳妇给他写信。他刚要打开，侍女提醒蜡烛熄灭，要为您重新点上吗？得到许可，他将下了黑咒术的蜡烛点燃，谁知一打开信就立马愣住，这次丑的真像狗爬。虽然错别字很多，但都写满了对他的思念之情，边看边忍不住嘴咧到耳朵根。不愧是塔亚尔第一名笔，恋爱的幸福感充满他内心，意犹未尽。再看看，每晚想起我，让我看看你都在想什么。只要蜡烛点燃，黑咒术立马令他产生幻觉。我在想着逃跑，和我最爱的人一起牵手。曾经说爱你那些话都是假的，我讨厌憎恨你，甚至连你的母亲都不会真心爱你这种男人。那些恶毒的语言深深刺中他内心，他恐惧大吼，别说了闭嘴。而门外的守卫听到动静都纷纷闯进来查看情况。等哈坎清醒过来，发现信莫名其妙被撕成碎片，竟想不起来刚刚为什么发火。很快此事传遍宫里上下，大王发火撕了露西娜的信，难道是吉拉伊大人帮他篡改的？明明深爱她的丈夫突然间性情大变，对她发火，甚至还亲手撕了写给她的信。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吉拉伊在背后给她下黑咒术。露西娜得知信被撕，始终不相信哈坎因为自己写作水平太次而生气，决定找他询问清楚并解除误会。这边哈坎耿耿于怀，最近的状态异常，总是控制不住发火，但转眼就忘记愤怒的缘由。原本以为是药的问题，可停止服药后还是依旧如此，究竟是哪里出现问题？回想起当时那名侍女手上拿的蜡烛最可疑，在看露西娜的信时也是给她点燃了蜡烛，刚想把神官叫来调查蜡烛的事，就在此时露西娜跑来找他。哈坎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回头确认背后无人，打算进去卧室说比较稳妥，因为他拥有治愈力的事可不能被别人听到。虽不知道说的什么事，但他听媳妇的。我想说的是，我拥有治愈力，你以后不用因为繁荣期而吃药了。只要看到露西娜，黑魔咒就立马起效。明明刚刚还好好的人，却突然间变得脸色阴沉。原本以为哈坎得知他拥有治愈力会很高兴，而男人突变的脸色让他感到奇怪。黑咒术很快令他对露西娜产生负面幻觉。只见他轻易附在吉拉伊耳边低语，我拥有治愈力，会为你治好病的。见状男人气得发癫，怒气冲冲瞪着他，你说只爱我一人，这都是骗我的谎言。他什么时候说谎了？觉得他的状态十分异常，而且这里明明只有他呀。哈坎，你冷静一下。然而二人亲热背叛他的画面总是在他眼里一直阴魂不散，对方不仅夺走了他最爱的女人，还用胜利者挑衅的目光挑逗他。自尊心受挫的他最终忍无可忍，愤怒向吉拉伊扑了上去。露西娜惊恐看着向他扑来的男人，吉拉伊担心哈坎伤害露西娜，所以跟了过来。怎料这时听到房里传来露西娜的尖叫声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愧疚瞬间冲刺他内心，赶紧冲进去查看情况。只见她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为了让丈夫从幻觉中清醒，她再次施展了神圣的治愈力，很快男人清醒过来。而露西娜却因体力不支倒下，受黑咒术的影响令她产生幻觉，误以为妻子背叛了她，怒气冲冲扑过去教训那嚣张的男人，殊不知直接伤害到露西娜。吉拉伊赶到时发现她已经倒在地上，赶忙将她扶起查看情况。不知为什么哈坎变得很奇怪，如果我使用治愈力的话能让他好起来吗？使用神圣力也许有可能，但以哈坎现在的状态，露西娜在他身边会很危险。而看见两人抱在一起，男人怒不可遏，你们竟敢背叛我，我要治你们的罪。他情绪失控揪住吉拉伊，恨不得要杀了他。见状他急得眼眶泛起泪花，如果这样打下去两人都会有危险，也许不会有效果，但总要试一试。哈坎，求你了，醒过来吧。最后向他施展了全部的治愈力，哈坎感受到一股清凉的气息瞬间冲破一直笼罩他的黑暗，令他逐渐清明过来，最终缓缓放下揪住吉拉伊的衣领。没想到成功了，他顿时露出喜悦的笑容，怎料下一秒却因耗尽体力晕倒。男人接住倒下的妻子，满眼心疼看着怀中的女人，疑惑刚刚是露西娜帮了他吗？好在他只是晕过去而已，并没有性命之忧，立马将媳妇抱回房里。就在他离开后，一名侍女趁其不备放飞信鸽传书，哈坎让神官调查的蜡烛里面果然掺杂邪恶的咒术，下令立马把那蜡烛给处理掉。他来到别宫看望昏迷的露西娜，
心里始终责怪自己因中了咒术才导致他受伤，希望他能快些醒来，这样才能求得他的原谅。谁知就在此时，大王出大事了，幼龙正在被袭击，他带着部下马不停蹄赶过去，谁知对方并没有大规模攻击的意思，这才反应过来中了敌方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这是陷阱，他们的目的是要塞。刚准备返回，一名身穿黑色铠甲的骑士出现，时隔十年的毛头小儿终于见面了，竟是那女人的声音，看来你还记得我曾除掉你哥哥呀。听此仇恨冲刺他内心，手握长矛愤怒向他冲了上去，我一定摘了你的脑袋为哥哥报仇。二人激烈持续大战三百回合，最后他一剑刺中对方，本以为胜利在握，哪料竟遭到对方的突然袭击，一股刺痛向他袭来，鲜血瞬间从他口中喷洒而出，不可置信看着这一幕。与此同时，露西娜终于醒了过来，从提提口中得知哈坎去保护幼龙，他担忧赶紧跑出门外，刚好此刻随行的部队回来了，可搜寻一圈唯独没有他要找的人，便急忙询问图兰哈坎去了吗。大王在和屠龙者战斗时身中黑魔剑，刚才已经把他送往圣地疗伤，这次他勇敢站出来，让我去吧，我一定会治好哈坎的。为了拯救濒临死亡的龙，他不再隐藏自己真正的实力，为他施展强大的治愈力疗伤，只是令他没想到，刚救醒的巨龙竟变成自己的丈夫。露西娜跟着气息走进圣域，本以为能找到身受重伤的哈坎，怎料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巨大的龙，一眼便认出这龙是儿时救过的那条。这时他睁开眼眸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十年前我们还见过呢，我帮你治好伤，你帮我一起找我的丈夫好吗？哈坎瞬间想起，对方就是十年前救了他的小女孩，没想到一直苦苦寻找的救命恩人，竟没认出是身边的妻子。他激动的刚想起身，哪料伤口突然崩裂，见状露西娜赶紧对他施展治愈力疗伤，随着清凉气息的释放，伤口正在快速愈合，怎料刚刚的巨龙竟化作了人形。露西娜听到熟悉的声音，他赶忙抬起头，哈坎怎么在这里？疑惑刚才的龙哪去了？男人突然紧紧将他抱在怀里，和十年前一样，是你救了我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那条龙就是哈坎。露西娜救了他两次，可他心里愧疚，因中了黑咒术伤害他。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，但请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原来哈坎这段时间性情大变，并不是出自本心，安慰他没关系，中了咒术也是控制不住的。我现在拥有治愈力，一定能平安诞下我们的孩子，所以以后你不用再为了我而忍耐了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他顿时愣住，看见媳妇那甜美灿烂的笑容，幸福如同温暖的阳光填满他内心，相爱的两人控制不住拥吻在一起。哈坎刚抱着露西娜走出圣域，迫不及待吩咐图兰回宫装饰他的寝殿，暗示媳妇把这段时间没做的事都做了。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，顿时羞红了脸。提提得知他们今晚开始度过初夜，决定好好为他打扮，在他的努力之下，露西娜今晚美得发光。然而刚到哈坎的寝殿外，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他紧张的心跳加速，最后鼓足勇气打开门进去。男人一直坐在床边等候媳妇的到来，来到哈坎跟前后，他害羞的不敢抬头看他，突然一双大手揽住他纤细的腰肢，将他抱坐在自己腿上，询问他害羞了，他坦诚回答有一点点。男人柔情似水看着心爱之人，露西娜催促他赶紧的，别再磨磨唧唧了。见媳妇这么猴急，忍俊不禁笑出声，最后将他一把放倒，这才缓缓靠近，唇瓣相贴的那一刻，爱意如潮水般在二人之间涌动。哈坎，不是繁荣期也能怀上龙仔吗？那当然了，只是繁荣期怀上的几率更大而已。确认媳妇没有任何不适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哈坎抱着露西娜走出房门，图兰和提提两人激动得热泪盈眶，终于等到这一刻。他疑惑大王要去哪里，他直言媳妇昨晚很累，要去泡温泉缓解一下疲劳。听此露西娜羞红了脸，哑骂他怎能这么直接说出来。